00后可以给老板安排起来了。世界上最独特的酒店之一 Sky Lodge， 建在险峻陡峭的山峰上，悬崖玻璃舱，视野极佳，离地面1200英尺。想住进来的话，需要冒险爬2个小时的山。第二天退房只能滑索道下去，很适合爱冒险且喜欢挑战自我的人。快给你老板订一个。